书时期，五月天啊，陶喆、王力宏，最爱听的是阿妹的歌。你看她指甲擦什么颜色，戴什么戒指，就会看得很清楚。Beyond 乐团，好多人弹吉他都是因为他们。李宗盛大哥，我们在他的歌曲里面长大，然后学到那样子的感情观、价值观。就是因为罗大佑的歌，让我们可以想要往这个音乐走，在音乐上面带给过我感动。他可能在你生命经历里面是一个当下的生活片段。所有的音乐丢出去，我觉得为了得到是一个共鸣，说到你的心坎里，或他是陪着你成长，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自己可以有一首歌也会去影响一群人，我会觉得很幸福啊！那种瞬间真的是很美妙。创作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去表演的时候就大家都会了。听到很多人有回响，或是跟着你唱的时候，是一件很感动的一件事。你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幸运的得到这么多爱？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做音乐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希望我自己跟我的歌迷都是喜欢冒险，为自己的目标倔强，美梦成真，守护歌迷的心灵，带给大家更多的相信，很纯真、很棒的友情。